我唔追咯，我放你系赌场大佬龙哥，你使乜惊我读书人一个啫？你又知我系龙哥嘅，头先我估估下嘅啫，而家我肯定啦，你个死仆街阴我，不过你又讲得几啱，而家得翻我哋两个，我又使乜惊你啊？ 你嗌到咁大声做乜鬼啊？你过嚟帮下手啊！帮咩手啊？好痛啊！做乜暴瘦气啊？真系抵你啦！做衰嘢做阴质嘢遭天谴啊！你而家边个做阴质嘢？你仲啱啱想话打我，你仲话冇做阴质嘢？我冇谂住打你啊！我系谂住得翻我哋两个咪开心建成倾下计咯。嚟啊！ 快啲过嚟帮下手啦！你当我三十岁细佬哥啊？系好啦好啦，最多讲晒啲秘密俾你知啦。哎呀，嗱，你讲晒啲秘密俾我知，我过嚟帮你开啦依家。你讲啦，快啲啦，快啲嚟啦！你讲先啦。快啲过嚟啊！你讲咗先咧。喺呢度入面啊。 果然冇估错。诶，方文武，喂，今日个造型咁摩登嘅，大人紧急召我哋嚟，系咪案情有咩新发展啊？我。我其实都唔好清楚噶咋，宋世杰叫过噶嘛？大人口齿伶俐，洞悉天机。咁请问宋世杰喺边呢？响说，诶，呢个咪龙哥？诶，龙哥喎。 大人，龙哥嘅行动不便，所以离迟咗少少，万分抱歉。哦，宋世杰好嘢，龙哥你都捉到，人嚟同我捉住佢。得得得，唔好咁冲动。龙哥今日系我嘅证人。咪先，都系打更白白已经证实咗龙哥系杀林慧敏嘅最大嫌疑人，咁佢点做你证人啊？最大嫌疑啊，唔代表系嘅啫。你个样够好又可疑啦，唔通系话你系啊？ 大人，家阵龙哥我都请到翻嚟啦，可唔可以俾我喺公堂之上审佢几句咧？好，准。谢大人，龙哥系咪你杀林慧敏噶？唔系。咁你同林慧敏系咪有奸情啊？绝对冇。但系汤文武就指证话你系杀人凶手，你系咪捉咗林慧敏之后杀咗佢毁佢容然之后掉咗佢落海？呢件事唔关龙哥事啊，佢乜都唔知啊。吓？ 龙哥咁大顶，六冇粒落你个头度，你而家仲维护紧佢？哦，咁如果佢咩都唔知嘅话，即系你讲大话，即系你先系杀人凶手？我唔系，你唔系即系你讲紧大话？我冇，即系你杀人，我冇，即系你杀人，我都冇，即系你两个一齐杀。我哋冇，哇哇哇哇哇！你两个真系好夹，好有默契喎，大人。喂，等等，喂，宋世杰啊，实在你代表边个审紧啊？边个嘅而家？你搞到我好混乱喎。大人英明啊！ 你都觉得好乱咧，皆因呢两个人，佢哋喺度讲大话。杨壮师啊，你收声。以我估计，龙哥非但冇善汤文武一镬，而且佢哋两个仲几好兄弟添，好兄弟都可以孭埋同一条杀人罪，咁就啱两个共犯都喺度一齐审啦。弊先，你入答，你有共犯共犯啊？攞证据出嚟啊！公堂上需要证据噶嘛。 证据我梗系有啦，仲有个非常之重要嘅证人要请出嚟添。咁边度遮证喺边度啫？嗌佢出嚟啊！稍安无躁，时辰未到啊！究竟点样样啊？
天又黑曬，人都瞓曬啦。我叫醒你大佬啦，大佬，仲要揾到幾時啊，大佬？你問嘅時間啱啱好，時辰已經到咗啦。大人，大人。點啊嚇？證人嚟咗啦嘛？好嚟，開堂。皆因你嘅官威太勁，呢度陽氣太盛，我想懇請你俾我清一清場，將啲唔關事嘅人趕一趕出去。咁惡個㗎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清場清場。喂，天光啦，天光啦，咦，咁快嘅？人就清走曬啦。究竟你要借边个证人出嚟咁巴闭啊？大人，我想请出本案最重要嘅关键证人林慧敏。我个女林慧敏啊！喂，叫出嚟啊！喂，叫佢行出嚟啊！嚟，叫出嚟啊！快啲啊！嚟啊！今日宋世杰，呢个就是你证人。如果宋世杰，其实林慧敏的尸体我哋一早已经检查过好多次啦，仲有咩新发现啊？其实仲有啲嘢我哋未知，所以我特登请佢嚟现场呢度，等佢嚟话俾大家知。咁犀利，喂，叫讲嘢啦！时辰到，而家开始。吓，喂，唔系，不，阿鬼咩？朋友你哋好 ，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而家无论系透过网站或者系 TVB Anywhere Plus 嘅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系我哋用户嘅朋友，就快啲 scan 呢一个 QR code，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Hello， 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佘诗曼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睇新闻女王精华片。仲有啊，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